我是王瑞阳，你是谁？老师傅。老师傅，我们今天家里来了客人了，客人不入境。老师傅今天准备用两个新锅子来给客人做料理，也是爱妻料理。哥哥，这是什么锅？魔鬼的不粘锅，它是煎蛤蜊饼的锅，但是拿来煎鱼特别好。我们前两天去了搜狗，小心哦。我们前两天去了搜狗。去了搜狗的复兴店，对不对？我们去了 Moby 的专柜，然后呢 ，Moby 的小姐呢，就说呢要请我们帮她，这叫什么？新年开市，对不对？新年开市，所以我们就给她买了一个煎蛤蜊饼的平底锅。结果回来之后发现，这个平底锅，法国的这个 Moby 的，应该是法国非常有名的铜锅，百年铜锅品牌哈。才发现它的不粘锅也非常好用，160年。简师傅新年快乐！简天才师傅，简天才师傅，对啊，所以今天因为客人来，我们来做煎鱼，我做一个炒甜不辣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宝师傅的学生排了两年所等到的北京锅，日本北京锅。宝师傅加了两种油，他说他要把苦茶油用掉，然后还要把鸭油加一点鸭油，好，包点葱。葱蒜辣椒，你看宝师傅炒甜不辣的这个葱蒜辣椒量很大哈、哦，葱蒜2公分的葱蒜，看哦，什么锅？我们没有在卖锅啦，我们很希望大家哦，这个买不到，宝师傅被辣椒吓到，新年快乐！我们其实没有在卖锅啦，我们其实现在因为我们都一直。这锅爆炒非常厉害，我们一直都在玩，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哦。这个锅很好吃，日本哎不是台湾的松本菇，这个锅在全联有卖哦。这个锅要拿来，这个锅要拿来吃。哥哥，你用什么辣椒？怎么那么辣？阿万的朝天椒，好。哎呦。我是用两三根。你什么时候去阿外买菜？这个很久了，冷冻很久了。哦，我想说我们今年都没有去阿外那边买菜，今年过年也比较忙。好，把这菇炒香，盛到油，肉下去，二层肉。哎，你没有看到这个锅好厉害啊？这锅已经焦了耶！这不是焦了，这个锅的表面，这个锅没有生水哦。这个锅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你有没有看到，铺下去应该会生水。你看肉下来都不会粘。可是它没有生水哦。这不是不粘锅哦。这肉这么好炒，你看。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中华炒锅啦，只要是中华炒锅，我们都很推崇啦。做中华料理要用中华炒锅啦，不要用平底锅。因为它有一个圆弧度，有没有看到？日本人真的很会打这个锅，太厉害。我们那天才知道，送我们的人告诉我们，这是铸铁锅，然后手工打造，就手工打磨这样子。好、啊。有没有？加点刺辣叉。刺辣叉。加点酱油。酱油。我们用的这一支是金兰的。金兰的。金兰的国产有机，还有刺辣叉，刺辣叉。胡椒粉，因为甜不辣，我吃到它的味道，先把这味道炒进去，先让它炒过。我很想辣死我。好，甜不辣下去。这个是来自澎湖的鱼饼，对不对？米旺，米旺的鱼饼。我顺便教大家怎么样炒一个甜不辣的料理。就把它炒透就好。现在锅都没有流出水的。它不会出水啊。看到，好干爽哦！我都不知道想加水了，先加点水就好。我今天不能讲话，我被你呛到不能讲话。哥，嗯，怎么那么辣？怎么吸了？对啊，涂老师又咳起来了。你要把我们的客人吓跑？你不是涂老师多能吃辣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。还有哈，我们刚刚有在讲，我们都还蛮希望大家能够把炒菜这件事情都能够玩得很愉快。我们其实用了几个
中华炒锅都蛮好用的。好，不一定是这个品牌，住家附近的菜市场、五金行，可以有中华炒锅。最后，放一点我们的保湿辣油。哎呦，你还嫌它不够辣？三种辣、欸，这个辣要包在外面才香。吴老师，你可以吃这么辣吗？这不会很辣。吴老师，笑了。这样就好了。阿万的朝天椒、赤拉叉，还有他自己炼的辣油，给他七郎哎，很快哈，三炒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四种辣，还有白胡椒粉，我现在闻到味道了，白胡椒粉，香喷喷。你看，炒到这锅子都有点卡卡的，这样才香，这样才会香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宝师傅另外一边在煎鱼哈，我在鱼也好，来，刘老师你拿出去。这个煎鱼不用急，有一个锅盖盖着，不用急。大家会发现那是小火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好漂亮，这个锅好美。而且这个锅子今天早上宝师傅给我煎蛋，给我煎了两个蛋，好棒。这样子好了吗？好了。好。那这片主桌是谁的？啊？这片主桌。是谁的？是那个彩虹，彩虹的，还是李不忘？彩虹的。这个鱼啊，煎一煎，这一顿没有吃完啊，下一顿把鱼肉剥出来。我觉得这个还是够大的。好，这个。有人说人已经来到我们楼下了。要来蹭饭，宝师傅的表情吓一跳，开玩笑。外国啊！有人说要来蹭饭了。哎，九哥，可是你还要炒一个青菜吃吗？啊，土豆鱼。好。做菜就是这样，好有趣哦。我刚刚本来在前面看那个《嫩绿花开月正圆》，等一下。卢老师，让我大家看一下，不要看卢老师了。我没有看到，好，真漂亮，因为这个锅很好用。可是呢，因为这个锅呢，我自己有意见，因为它本来是可丽饼锅，我都希望宝师傅不要用那么多油煎那么多油的东西，因为它会乱喷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它会乱喷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呢，我应该是这几天我会拿来做饼，啊、哦。有人会说这个锅会不会很会喷？其实是要看煎什么。如果你煎的是薄饼，它当然就不会喷啦，它没有油啊。可是宝师傅说拿来煎蛋、拿来煎鱼，他非常满意。刚刚也可以看到宝师傅非常满意的成果。你们都让我一直咳嗽，好讨厌。啊？有人刚才问说这片土豆鱼要350吗？这一片哦。你去超市买应该不止，应该不止啦，因为它好大，大差不多了，那个大概300多差不多了。好，还有呢，今天卢老师来到我们家里呢，他带的伴手礼是，大家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吗？他带了三颗，是不是？三颗，五颗，两颗，四颗伴手礼来我们家，有茴香头的茴香哦，有茴香头的茴香，大家有看过什么是有茴香头的茴香吗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不是花材哦，因为卢老师给我带花材来哦，很好玩的哦。这是卢老师自己种的哦。之后会给大家看什么叫做有茴香头的茴香。我好喜欢吃茴香头，茴香头干煎就好好吃。这个是一个西餐的食材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看过有茴香头的茴香？有没有看到这个很贵？有没有？有看到完整的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拿反了。吴老师应该是这样，对对，它其实长成这样子，有没有很漂亮？种五个月，种五个月种成这样子哦。通常在台湾，大家吃到的茴香是上面嘛，对不对？比较虚虚状这样子，好漂亮啊！吴老师采收送到我们家里来，好高兴哦。你看这个好甜哦，好有八角的味道的植物，我这样讲对不对？对，我这样说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卢老师。哦，真的好大一颗，这个大概有90公分吗？80公分。要来煎个茴香煎蛋。不，你要煎什么？茴香煎蛋。茴香。卢老师，你快把它切片一份拿。宝师傅要加菜。拿两个给我。
哥哥那里茴香还没洗啊？我切好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茴香切好了在哪里？我怎么都没看到。这里啊。啊？前置动作。做好快哦。前置动作开什么玩笑？我以为不是，这茴香怎么我要拿来做西餐油？这个西餐好意大利面。嗯嗯，哎，我现在闻就好香哦。哥哥，你这个北京锅没有洗干净。没关系的。因为刚刚呢，要煎蛋煎一下就好了。因为刚才宝师傅呢在做的时候呢，在刚才炒那个甜不辣的时候，宝师傅因为这个锅比较厚，没有我没有加水，都不会出水。好啦，教大家切茴香。然后加蛋加葱，对不对？葱跟蛋的。对啊，葱跟。不是，卢老师很紧张，说你看拉着一，我们家厨房一地都是这个须，没问题。那扫一扫就好了。我昨天从屏东回来还没有整理家，放心。你看要这样子哦，狗狗哦，扣扣哦，哥哥对不对？先两个就好了，因为菜很多。维特，卢老师在你家。好，维特今天有上班吗？今天礼拜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今天有。好来，用一个素的油，芥花油。然后宝师傅，奥利塔的芥花油。宝师傅同时这边在烧水啦，因为宝师傅有习惯，炒青菜要先烫过。没有，不是芥蓝菜在本身嘛？对，就要烫过。等一下来教大家炒芥蓝菜的基本法。一边在烧水，你看它好像像是那个八爪鱼。烫本身是加点盐。一边煎蛋一边烫菜，好，一样哦。这个锅要热过哦，热过加油才会不粘，这是所有的生铁锅的基本法。玉山大喽，你看到宝师傅，我们这个蛋已经滑动了。生铁中华锅，这锅有多好用？这锅真的很好用，我还真没有用过家用的这么好用。家用锅，这是目前为止我们试过几个中华炒锅最好用，是日本人制作的。我们好想要找台湾制作的，好想要 push 这件事情，做台湾人自己的炒锅。好用的炒锅不是不好用哦。哥哥，你为什么煎这个茴香煎蛋看起来很冷静啊？冷静吗？对呀、啊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老师傅想要做比较厚，对不对？比较厚片，因为它都没有动它，它都没有动它。啊！有没有看到？一不小心它就翻面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我还没有准备好，它就翻面了。咻一下就翻面了。它很容易着色，你看。因为它有菜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蛋，锅子够热。我今天早上吃的那个煎蛋也是，我今天早上吃那个煎蛋。外面的酥壳没有很厚，因为很怕吃煎蛋酥壳。可以小一点，你也知道哦，又用辣椒弄得我一直咳嗽。看哦，煎蛋不是只有放在下面，你知道很冷静。哎哎，哎呦，哎好香哦。好了，哎已经好了。好，宝师傅那边已经转小火了哈，准备要烫。芥菜梗，水里面有加一点盐巴。看，那是不是一气呵成？哦，那边已经关掉了，怎么关掉了？当然关掉，安全了。这个炉火哈，我们家有三个炉火，宝师傅同时都让两个炉火在运作，哈、哦，逻辑思考，做菜的 organize。哎，让我看一下，再交给卢老师。啊，茴香煎蛋，哇，好帅！哎，从我哥哥说要进来做饭到现在，半个小时不到。对，有人问说 Alan 中午怎么下 Alan 我昨天晚上回来了、嗯、看哦，宝师傅的开锅大典开的是今天是这两个锅，一个是宝师傅的学生排队两年才订到的日本北京锅，一个是我们那天过年的时候哎，茴香水饺，哎，沈昌明你好聪明哦，一个是我们那天呢去搜狗的复兴店去 Morphio法国百年品牌 Morphio 买的这个可丽饼锅，老师傅把它拿来煎鱼煎蛋非常好用，因为煎可丽饼本来就要很薄而不粘，所以它的不粘效果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好，老师傅先烫芥蓝菜的菜梗，
大家会发现老师傅切的芥蓝菜的菜梗胖胖的，有没有？胖胖短短的梗子。对啊，胖胖短短的，很可爱。好，然后骨骼现在呢在做什么？水里面只有加盐巴。我把油跟酒准备好了。好，现在把这个叶子再下去。因为炒这个菜很快。嗯。你要不要换一个中华炒锅？不用，我希望这个锅把它完成一点。好，因为这个锅刚刚是煎蛋锅，所以可以继续使用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洗一下，因为蛋难闻。我以前在认识宝师傅的时候，有一些油煎锅我都不太洗，比如说、不要洗啊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比如说我中午用了，我晚上要重新用，宝师傅就会骂我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这个油都有一些蒿味。”那我才发现，原来以前我的妈妈还是我阿嬷教我的一些方法，其实并不一定正确。你看这锅擦着就很干净。对啊，就比如说你很节省的这件事情，它其实会干扰味道，而且油。比如说这个油锅放了一整夜，它其实已经开始蒿掉，产生变化了。好，看一下，菜要先烫过。芥蓝，很多人就讲说，为什么外面餐厅的菜炒起来那么好吃呢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其实是要先烫，然后等一下用油把它炒包覆而已。这个北京锅对我来讲太重了啦，因为我的手因为长期工作的关系，我的手腕都已经坏得差不多了。可是宝师傅好爱这一只哦，宝师傅说这只感觉很像在以前饭店厨房工作时候的感觉。哥哥，你的热水都滴到琉璃台上面了。对了，你哥哥，你的网子要在琉璃台里。好嘞。我哥哥真的是很奇怪，他刚刚这个网子放在外面，你看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啊，网子放在外面沥水。有人问说为什么？因为我为什么要跟我哥哥讲话？因为他要煮饭，我就要洗碗啊。后来把我的厨房弄脏脏，脏你怎么说？那你还洗？啊，吴老师洗。加点葵花油。有人问说为什么菜烫了还那么绿？加点鸭油。烫菜有两个要诀啦，一个是水里要加盐巴，还有火要大哈。很多人烫菜火很小，火要大，要有盐盐淡淡的味道。好，老师刚刚有偷试，不用太多。好。它这只锅子炒菜可以让这金刚菜持续加温，所以很香。我拿一个盘子加。你我们今天炒的不是金刚菜、欸，不是、啊，就是那个芥蓝菜。对呀、啊，炒菜基本法，看哈，大锅大火，大火热油，上油上油，盐巴，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弄。我很害怕你这样，我们家的那个要烧上去，怎么搞的？有客人来我们家，他就特别的疯呢。不要这样子炒。对呀、啊，你忘记了有一次也是有客人来我们家，给我们家就着火了。没有着火。有，给大家看的上面都黑黑的。好了。哼。那有客人来就特别疯癫。这就是快炒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宝师傅下锅，锅炒这青菜绝对不可以。看到，一分钟不到哦。这个颜色，它其实有烫。我跟你手走开来，那人家生气了还这样子，就不喜欢你那引火，讨厌的。看哦，你看，对啊，宝师傅这人来疯，上次也是我们家着火就是人来疯。我这样子，你本来就人来疯，我们有人来就把火引起来，很危险哎。什么？哎，我一吵，大家那直播的人看很多，我要给大家看，因为这个真的上面，因为我们通常上面不太清，所以等于是有火很容易就往上引，很危险，不能这样做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宝师傅其实下锅哈，这个菜烫过哈，所以下锅没有一分钟，你知道就起来，好香哦。有人问说你没有放姜是不是？我不要。姜蒜的，它都要一个很简单的味道啦。这个就是清炒芥蓝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哼，一开始就把我弄得咳嗽，然后现在又要把我的厨房烧掉，臭讨厌。烧掉的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来了，真的很坏，真的，气死人了。好了，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客人来，
宝师傅做菜，请卢老师吃饭，吃的是本菜本。这个饭也好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哥哥，你今天煮什么米？哎，你妹妹带回来的米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带的是日本米哦，当季的日本米。看一下，这是卢老师带来的新鲜的茴香，茴香煎蛋。然后这个是煎土托鱼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土托鱼的表面有没有？这边都还有水分，因为呢，宝师傅不是硬煎哈，不是硬煎，因为如果鱼硬煎很粗，因为水都跑出来，这个跟锅子有关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就是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芥蓝，清炒芥蓝，还有这个就是炒澎湖鱼饼，其实是一个甜不辣，然后配的是松本菇，松本菇。张明媛，明媛哥哥，明媛大哥，我刚刚在生气，宝师傅刚才炒青菜的时候加了绍兴酒乱翻，害我们家又起火了，吓死我了。好，宝师傅说，哦、本来就在起火，不可以。哦，这个人真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因为客人来，宝师傅煮了日本米，用的是日本电锅，哥哥已经好了耶。好了，打开来给大家看看吧。方润吹。方润吹哦，今天没用方润吹，用方润吹来不及啊，所以他今天用日本电锅煮日本米，快速的，快速吗？我们有用过快速的功能吗？啊、来，我拿那个。我们有用过快速的功能吗？玉山问说：“是卢老师吗？”是啊，是卢老师，不能够露面的卢老师。我们家的餐桌也是宝师傅的工作桌，大家请看，有没有？两个人住，好来，啊，哥哥整锅拿出来给大家看，耶、yeah ，还是很柔软哦，很香啊，因为是新米啦，新米好香哦。新米也拿回来一两个月了。对啊，新米也拿出来，对啊 ，Alan， 我们家这个饭锅要30000块，当然很高级，这也是宝师傅的游戏，宝师傅的玩具。三菱哦，很少出电子锅、嗯、啊，这是他出的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他的玩具。好，好，哥哥把灯打亮一点，我要给大家看宝师傅的玩具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澳洲进口的咖啡机，100000块。不要再啰嗦了啦。再来呢，就是这台，这台多少钱？这台多少钱？啊、水波炉。50000多块。50000多块，有没有看到在这里？然后就是这一台方润吹的电锅，这一台30000块，所以我们家这个台面上，这个台面上将近200000在这里，有没有很厉害？看卧房啊，我们家卧房没有东西，我们家值钱的都摆在这里。好了好了，再让大家看一下，我认识宝师傅不久，宝师傅买的一个钟，这个钟当年的定价是48万，定价啊、哦，定价36万，36万。定价36万哦，我给你们看哦，我给你看哦，全部都是宝师傅的东西。有人问我嫁给宝师傅，我自己买了什么？其实没有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咖啡机多少钱？哥哥，6万多块。6万多块，20几年前。20几年前6万多块，这个是我刚认识宝师傅，也是20年前，36万定价，当然他有打折了。好，看一下，这都是宝师傅的游戏，宝师傅的玩具。每一天他都在这里玩得很开心。好啦，哥哥，我们要结束直播了，因为卢老师来，我们要吃饭了、啊，跟大家说再见。我要清一下厨房啊，你又不清啰里啰嗦。他说我都不清啰里啰嗦，我规定他要清炉台。大家看一下炉台，他是不是要负责清？要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有一些锅子他都舍不得我刷，他怕我刷坏，他根本就不相信我。好啦，我们要吃饭了啦。Alan， 我跟你去新竹哦 ，Alan， 哎 ，Lily 现在才来哦 ，Lily， 哎 ，Lily 你怎么来那么晚呢？等一下 ，Lily 现在才来晚，给大家看一下 ，Lily， 我给你看，这是宝师傅的宝贝，这个钟，还有这个手动的咖啡机 ，Lily， 你看，还有方润吹，这个电锅其实很厉害啊，这电锅30000块，好，煮饭的时候完全没有香气，因为香气全部回到饭里面，这是它的逻辑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水波炉，50000块的水波炉，这个就是最近我们买的爱情咖啡机的2.0版，澳洲咖啡机。今天客人来，我们用了昂贵的电子锅煮饭，煮日本米，然后呢炒了4个菜，哎，没有汤哎，哦，我们刚已经喝了咖啡了，好、哦。
这个就是卢老师带来的，对，卢老师带来的茴香，你知道茴香煎蛋，你看这么清脆，这么清脆的炒芥蓝，然后还有就是全联卖的，现在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叫松本菇炒日本澎湖的鱼饼，还有一个就是煎土托鱼，给大家看有多大，煎土托鱼。好了，我们要结束直播了，因为客人来不能一直玩耍啊，客人来了要以客人为重，我们要和人可以加班。看一下这个米饭啊，这米饭好香哦。好了，我们要结束直播了，今天也不能让大家看王瑞瑶，因为王瑞瑶今天穿着睡衣，跑来跑去。好了，结束在这里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好了，我是王瑞瑶，拜拜，我们要吃饭了，拜拜拜拜。